马上登场的这位竞演的选手，今天他请到的这一位帮唱嘉宾，真的是跨越大半个地球漂洋过海来帮唱。他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位来中国演唱的美国流行乐坛的巨星，而且他在1999年的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北京举行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他也多次获得过世界流行乐坛的顶尖奖项格莱美奖。接下来让我们请上第九位竞演歌手江山和他的帮唱嘉宾 Richard Marx 为我们带来 Right Here Waiting， 有请。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how can we say forever?
谢谢江山。 Thank you, Richard.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lcome to Super Celebrity Singer. Welcome. You can use the microphone. Yes, the microphone here. Can you say hello to all the audience? Hi, everybody. Richard. 对 ，Richard 是 Right Here Waiting 的原唱者。我也想问一下，原唱者的心目当中，今天江山姐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哈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iangshan's performance tonight?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Really well done. Thank you. 今天呢，因为 Richard 先生他是刚刚下了飞机就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先让远道而来的美国友人先休息一下。Thank you, Richard. Please have a rest. Thank you.怎么样，各位老师们的感受？当时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非常火的一首歌。对，对对对，都是上大学的时候听的。我也没想到能唱这首歌，并且能够原唱，不远千里万里的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两个字儿，大气。谢谢谢谢。我也俩字儿，地道。谢谢。我也两个字，very good。谢谢谢谢。很好。其实很多人都说听江山的现场演唱是一种享受，真的。对，你看今天，哎，邓伦一直在笑啊。邓伦听完了山姐的演唱，你有什么感受？来，用英文点评。So 什么 ？Bye。然后今天这个江山姐上台之前，然后在台下给江山姐了一个拥抱，对，然后。谢谢。录到这么晚了，然后也确实要给江山姐加油，然后真的好听。谢谢谢谢。很美，真的很美。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真的是太热爱舞台，所以才能够有勇气站在这里。我觉得我收获特别大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逼迫你自己去把你很习惯的安全的那个壳打破，并且从壳里面走出来。要打破这种惯性是需要勇气的。那得为这份勇气鼓鼓掌。我之前在想啊，今天到底该请谁为江山姐拉票？一直以来江山姐都想拜她为师。我们的于老板，所以能不能请于老板上台为江山姐拉票？请我师父。我觉得可以在这里为江山姐助阵拉票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谢谢。有一段戏是一段现代京剧，叫《智取威虎山》，我就想挑其中一段《干洒热血写春秋》，我跟山姐一起啊来唱一下这个，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你得带着我。期待了，来掌声。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全场的所有观众做好准备，投票通道正式开启，请投票。所以现场的301位大众评审，如果你们支持山姐的话，为她按红色键；不支持按黄色键。一起来看结果。哇，很不错的一个成绩。先恭喜一下江山姐，场下先休息，谢谢，继续观战，谢谢江山姐。